大家好，我是三国军的主厨，叫阿张。那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店的特色菜，就是客人来会必点的几样比较夯的菜色。我们第一样是蒜味卤煮牛小排，那第二样是地中海海鲜总柜，第三样是意式干贝炖饭。这三样都是普遍大众客人来必点的菜色。那我本身是做批发料理的，那我想给大家的东西是使用当地的食材跟当地的一些菜色，那来做一些创意性的料理。那希望大家来三五天的时候能喜欢我所呈现给大家的菜肴这样子，谢谢。